那我们要问，这种境界有没有人见到过？到底哪些人见到过？证据何在？跟诸位说明，宗门教下都有。禅宗里面，你们看景德传灯录，看五灯会员，看宗门里面的公案，看教下祖师大德的传记，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体会到了，他们真的做到了，真的其如这个境界。我们自己好好的努力加一把劲，也能在现前其如这个境界。必须要晓得，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能够契入祖师大德所契入的境界，我们的功力，也就是说我们的戒定慧这三种力量超过他们很多。何以见得？这些祖师大德如果生在今天的社会，他也未必能见到啊。今天社会的大众烦恼习气比过去的人不知道要重多少倍，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那加的倍数不能用十倍百倍来做比喻了，千倍万倍，诱惑太大太大了。在这种环境里面，你能够觉悟，你能够不迷，你能够不掺杂丝毫不善，你的功夫比他们高，这是肯定的。所以你在现前这个世间能其如古来的祖师大德，没有不佩服的，没有不赞叹的，没有不尊重的。我们自己要好自为之，决定不要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是什么？杀盗淫妄啊。贪嗔痴慢，这是我们习气的，决定要随顺佛陀的教诲。我们学佛没有别的，就是学佛的存心，学佛的行为，这叫真正学佛。这是说明亲近诸佛菩萨戒律深重。我老老实实告诉同修，全在现前，真实不虚啊。就如华严经上所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植，下面具体给我们说出来，言善法者，哪些是善法？为人天生，学佛的同学，包括世间许
许许多多宗教的信徒都承认了人有来生啊，有前生有后世啊。现在连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徒包括他们的传教士也都接受轮回这个概念啊，在外国他们用了许多科学的方法，里面最多的是用催眠术啊，让一个人在催眠状态之中说出他的前世啊，前世有从人投胎来的，有从畜生投胎来的啊，还有从外太空别的星球上投胎来的，许许多多的记录啊。所以那一些神父牧师传教士也都肯定佛法讲的六道轮回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我们来生能不能得人生，要修善法啊，善法里面还掺杂着少许不善，这才能得人生啊。诸位要听住哈，少许啊，少许是什么程度？大概掺杂着10%以下，不能超过10%，超过10%，人生就得不到。10%以下，我们刚才比喻这一壶很好的饮料，里面掺杂着一点毒药，因为它的量很小，还不至于送命。吃了固然是有伤害，还不至于太大的伤害。你来生得人天生啊，可是身闻缘觉那就不行了，那是丝毫都不能掺杂。我们用佛法的话来说，见思烦恼要断尽啊。那么他掺杂的是，掺杂是无明烦恼，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是极其微细。在我们心目当中，那他的烦恼是完全没有夹杂的，但是极其微细的烦恼是我们凡夫不能觉察，佛知道。声闻菩提，菩提是梵语，意思是觉悟啊。声闻是阿罗汉，独觉是辟支佛，这两种都是属于小乘。小乘超越了六道轮回，他不夹杂见思烦恼，也就是决定不夹杂烦恼习气。无上菩提是菩萨佛所证的。那我们从这里看，从人天呢一直到做佛，借以此法以为根本
二德成就，这个三句十二个字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决定不能忘记啊！从这一个人生到无上菩提，都是依靠这个方法，以为根本的。我们成就人道，成就天道，成就小乘，成就菩萨，成就佛道，你才晓得这个重要性。故名善法，佛讲善法是指这个。此善法啊，此法即是十善业道，这把这个十种善法给我们说出来啊。何等为十呢？这下面永离两个字是一直灌下去的，永离杀生，永离偷盗，永离邪行。你不能说头一个永离杀生，后面偷盗邪行没有说永离啊，大概还可以吧，那你就完全错误了了。你要晓得这两个字是一直灌下去的，跟前面那个句子里面常念思维观察善法是灌上面的我念的时候大家就容易懂，我说的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这样大家就好懂了这个永离一直灌到邪见，永离杀生啊，头一条啊，杀生是最大的恶，最严重的恶我们不但不能有杀生的行为，伤害众生的念头都没有，我们的心地才纯善那么别人要回报我怎么办，侮辱我怎么办伤害我怎么办，甚至杀害我怎么办，诸位念过金刚经，金刚经上有一个公案，割礼王各界忍辱仙人的肢体，金刚经上说的很简单，这个故事在大涅槃经里面大涅槃经讲的详细，这个是伤害到极处了，不但要你的命还不让你好死把你这个身体一片一片用刀割下来凌迟处死，菩萨怎么样呢？一点怨恨心都没有绝对没有说一点说怪他他不对我对，没有，没这个念头，纯善之心待人所以这是忍辱度圆满的现象。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会遭遇到的也许过去曾经遭遇，遭遇到怎么样呢？恨他他这样对待我，我好心对他，他这么对待我，我将来要报复他，所以你还搞轮回，你不能成就你如果像忍辱仙人一样一丝毫恶念都不会生，那你就成佛了嘛，你就不会再六道了。所以我们是觉悟的人，明白的人，要晓得那一些伤害我们回报我们侮辱我们，他们是迷惑人
他们是迷惑颠倒啊。我们是醒过来觉悟的，觉悟的人还要跟迷惑颠倒的人去计较，那谁的过失？我们过失，他们有过失啊。因此一定要想，他对我们的回报，对我们的侮辱，对我们的陷害，对我们种种障碍，我们看到了，点头，做得不错，应该的。他要不是这么做，他就不是凡夫了吧？他要不是这么做，他就不会堕恶道了吧？所以我们看他看得很清楚，他看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学佛在永历煞身，决定要学忍辱仙人。忍辱仙人的前身释迦牟尼佛，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小的蚊虫蚂蚁，你还能伤害他们？许多学佛同学为这个事情烦恼啊，家里一些蚊虫蚂蚁蟑螂一大堆怎么办？你要是真正学佛，以真诚慈悲心去对他，他自己会离开。今天我在丹斯里山上吃午餐的时候，晚餐的时候，他给我介绍山上有个专门专业的农夫，在那里种植有机生菜。初种的时候，小虫很多啊，也来吃菜，随他吃，绝对不会把他赶走。他也是众生嘛，他也需要饮食嘛，他来吃一点，我们欢欢喜喜布施他，绝对没有一点恶行恶意去对他。他说这个情形呢，逐渐逐渐减少，现在很少，不晓得那些虫跑哪里去了。证明有感应的，不能杀了，越杀越多啊！杀的什么？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你看，过去几千年来，农夫种植农作物，那个时候并没有发明农药，收成也不错吧，日子也过得很好吧，农药发明之后，病害虫啊，只有增加没有减少，而且这个病害虫啊，对农作物抵抗力也逐年加强，杀不尽啊，何必给众生借这些冤仇？所以永历煞身是最正确的观念，不要说是它是害虫啊，实在讲，如果平心而论，动物之间最大的害虫人啊，你们想想对不对？人是最大的害虫啊，不是其他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觉悟啊，要听从佛陀的教诲，把杀的念头断掉，不但不杀，恼害众生都不可以啊，绝不可以因为众生因我而生烦恼，我就错了。我们忍辱波罗蜜要从这个地方成就啊，偷盗啊，永离偷盗，偷盗的范围非常广泛啊。佛在经里面给我们说明偷盗叫
不逾矩。啊，这个无有主，啊，不是无主之物，有主。有主之物，他没有答应，你把它拿到自己来享用，这叫偷盗。所以范围太广大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夹杂这些不善、不慎、枚举。啊，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我以前跟随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十年，他当时在奉司官府服务，他是主任秘书，他每一次去领公家的信职信封，每一次领信职信封，他都要跟奉司官报告，我领的这个信职信封啊，我私人写信的时候我也要用它。所以孔德成先生听的次数太多，哎呀，你怎么这么啰嗦啊？他说，我要不得到你的答应，我用公家的信纸，我私人写信，我就犯了偷盗戒啊。他说，你要原谅我，我一定要给你说明，你一定点头答应，我才敢用公家信纸私人写信。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出家人，出家人寺庙也有，也有印的信纸信封，你们拿去私人写信，有没有跟住持方丈报告啊？我要拿来写做私人写信用，有没有？没有，犯了偷盗戒，自己不知道啊。这就是你所修一切善的夹杂不善。那么除这个之外，还有一桩事情更容易犯，公家装的电话，寺庙的电话也是为了公家的，不是私人的。私人拿着这个电话去聊天，去跟朋友闲谈，绝对不是为道场、为佛寺，这是盗戒。你要晓得，偷盗寺院、道场的东西，这个罪，佛菩萨都没有办法帮助你。地藏经上有明文呐，窃盗常住无啊，佛不能救啊，三世诸佛都不能救。你为什么要用常住的？所以我常常劝导大家打电话，长话短说。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少说一句不如不说啊。别人打给你的可以，那是什么？他们付费用啊，不是常住付电话费。我们打出去，常住付电话费。其他的我不举了，我单单举这两个例子。常住一定要爱护，爱护常住，这是惜福啊！你不知道爱护，糟蹋常住，所以你出家一生没有福报。为什么呢？这个福报都在这流掉了，都在这个地方爆掉了。几个人能懂？佛家常讲，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
谚语又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我们想想这些话，毛骨悚然。所以我决定不劝人出家。出家如果你不如法的时候，出家就到地狱去了，不出家不堕地狱，出家堕地狱。所以劝人出家就是把人拉到地狱去，害惨了人呐、啊！这是最不道德的。李老师当年在世，他只劝人皈依，绝不劝人受五戒。为什么呢？我劝你受戒，你要是犯了戒，我有过失。受戒是要你自己发现，你真正能够持戒，你才欢喜去受戒。想想这个戒条我做不到，决定不肯受。实在讲，劝人三皈都有问题啊，只可以说我们劝人学佛三皈要你自己发心，我们绝不劝你。为什么呢？三皈要是搞错了，麻烦多啊。他皈一个法师，皈一个道场，这法师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我的师父啊，这是我师父的道场，那个不是我师父道场，他起分别心啊，起了偏心，这是什么？破活活僧也堕阿鼻地狱。善恶四相无量无边，什么时候我们能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真正醒悟过来，念念行行如法。那么我通常讲这个不偷盗，我用一个最简单的言语来传达，决定不可以占别人分毫的便宜，占便宜就是偷盗啊，不可以占别人便宜。古德讲得好，吃亏是福啊，我们要学吃亏啊，吃亏是福，占便宜是罪过啊。要把占别人便宜的念头断尽。邪行，此地是指淫欲。在家菩萨不邪淫，出家人永断淫欲。此地讲永离跟永断是一个意思，永断妄语，妄语是说假话，欺骗众生啊，对人没有实话。这个毛病习气是无量劫带来的，尤其现在的社会，妄语成了风气了。我们如果要想在这一生成就道业，一定要用力。现在的社会，现在的法律我们常常听到了保障隐私权，保障隐私权呢，那当然就要打妄语啊，不打妄语就不能隐私了吗？
这是世法的标准，跟佛法标准不一样啊。佛法里头决定没有隐私，私总是不体面的、不光明的吧？佛法完全是透明的，光明显耀，没有一丝毫隐私啊！佛法是大公无私，我们要学习。要认真的学习，决定不忘语。可是佛法至始至终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佛经里面有例子，猎人要追一个猎物，打猎的人，比如说他看到一只兔子，兔子跑掉，一个三岔路口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你正好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别人问你，哎，我刚才追了个兔子从哪里跑了，这个人如果说不忘语，哎，从那边走了，这个兔子被他追到了，命没有了，这个时候可以打个方便忘语，兔子从那边走了，猎人永远追不到，你这个妄语是救了一条命。这种妄语在佛法里面叫开源，不是破戒，叫开戒。所以戒律每一条戒律都有开遮吃饭，都要懂得，要有智慧通权达变，晓得什么状况之下怎样做是合理的，是正确的。你要不懂这些原这个些方法，有一个原则你守住，决定是利益众生，决定不害众生。你看看，说一个假话，兔子跑那边跑了，救了两个人了，兔子的命救了啊，猎人呢也没有做到杀生了，虽然他起了个杀生的念头，但是他没有杀害众生，两个人都救了，这是一桩善行，这是一桩好事啊！所以你要懂这个原则，对社会、对众生有利益的，这个妄语，这叫开源啊！但妄语要是对众生有害的，对众生不利的，这是罪过，我们一定要晓得。念学是挑拨是非，斗乱念头，这个决定是过失。叫人家父子不和，夫妻不和，兄弟不和，朋友不和，在社会上叫人家君臣不和，过与过不和，这个罪业就到大了。如果是挑拨成了战争，演变为战争，这个妄语决定堕阿鼻地狱。这个两舌如果破坏道场，那个罪过就更重了。诸位在《法起殊胜菩萨制药经》里面看到很明显的例子，两个法师讲经，大概讲得不错，听众很多，信徒对法师很恭敬，供养很多，别的出家人看到啊，就嫉妒，于是造谣生事，挑拨见利，使听众对法师信心丧失掉，把这个道场破坏。这挑拨见利的这个
这个法师堕阿鼻地狱。佛在经上说的是从地狱辗转几次的地狱啊，我们算一算他的时间，以人间的时间算，18000年啊，做地狱18000年。诸位要晓得，人间的这时间跟地狱啊有很大的时差了啊。现在讲时差，大家都懂得。在地狱里头，他的感受5000000劫，在人间18000年。什么原因呢？无非是嫉妒障碍啊！看到别人得到恭敬礼扬啊，自己感到难过，造愚痴，造这种罪业啊，受这么苦的果报。这些事情啊，下面讲的卧口其语，卧口是说话粗鲁，容易得罪人啊。我们今天讲的没有礼貌啊，出口伤人。其余花言巧语，欺骗众生，这些口业在今天的社会几乎很少人不犯啊。所以今天的社会天灾人祸绵延不断，如果我们稍稍留意，从资讯里面做个统计，你会发现现在这个世界灾难的频率不断在上升，每一次灾难都比以往严重。什么原因造成的？众生造作种种不善业感得来的啊。我在新加坡从台湾中部啊来了几位比丘尼来问我啊，他说法师，台湾中部佛教非常兴盛，为什么会发生大地震？我告诉他，台湾中部我去看过啊，我跟他还有相当的关系。我在没有出家之前，我在普里住过半年，跟灿云法师住茅棚。那个时候普里确实是台湾的腹地啊。建茅棚那个山非常秀丽啊，一般人讲好风水啊。我在山上住半年，可是隔了几十年我再到那个山上去看，建满了寺庙，大概我估计的时候恐怕有20-30个寺庙道场啊，建立在那个山头上。哦，大家看佛法兴盛啊，仔细看看怎么样呢？每一个寺庙彼此不相往来，不择手段的拉信徒，自赞回他，我这里好，他那里不好，自赞回他，
而且把风水呀完全破坏了，没有整体的规划了啊！所以我说他那个道场变成，我说那个叫乱坟岗啊，还有什么好风水呀？大地震从那里发生，必有原因。李炳南过去常讲，有庙无道，不能兴教啊，庙盖的很多，没有道啊，也就是虽然出家人没有舍弃自私自利，没有放下名闻利养，依旧搞贪嗔痴慢，不善的业感得不善的果报，怎么能够怨天尤人呢？我说我说的话你自己想想啊，我是不是说的过分啊？我说的话对不对啊？我又举了一个例子，参云法师还有个庙也在那个附近，听说大地震之这个之间说他没有事情啊，他那个庙为什么很平安呢？老和尚还是有修行的，护法龙天还是保佑啊，参云法师虽然很少讲经说法，但是他个人的修行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赞叹，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这非常明显的对比啊，众善因得善果，不善的因必定有不善的果报。下面这最重要的，永离贪欲，永离嗔恚，永离邪见，邪见就是愚痴啊。这是意的三种恶，我们晓得身恶口恶都是由于意业的主宰，我们心善念头善，身语当然是善啊。如果我们的心不善念头不善，要想不造口业不犯身业，太难太难。最重要的是意业，宗门教下祖师大德叫我们修行，修行这两个字它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行就是我们的生活行为，修是修正，换一句话说我们生活行为有了错误，把错误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你看看这个十个条，这教我们修行方法啊，永离杀生偷盗邪行，这是修正身业的错误行为啊。永离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这是修正我们言语的行为啊，永离贪嗔痴，这是修正我们心地的行为。祖师大德教人修行，从根本修，根本是意业啊，贪欲嗔恚邪见，这是根本啊，欲是欲望啊。欲望世间人都喜欢都贪爱，他不晓得厉害。佛在经论上千叮咛万嘱咐啊，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啊，一条不断
都叫你下地狱。如果五条都有啊，你就永远不能离开地狱了。所以我们要晓得，财色名食睡在生活上不能离开，但是你要晓得它的副作用之大，决定不可以贪念。佛菩萨示现在我们世间，也要穿衣，也要吃饭。穿的是什么衣？最简单的衣服，能够避体御寒保暖就可以了，绝不贪求它的质料样式。那是增长贪心啊。在佛门里面，习惯诸位都看到出家人大法师穿的是黄海青红袈裟了，这个袈裟里面绣的万寿万福还绣的佛菩萨像那个容易增长贪心那么这种布施古时候有，绝不是法师自己做的，也不是信徒供养的，谁给皇帝赐的，那不能不穿，皇帝赐的嘛，皇帝尊重你，那也只偶然在大典礼当中皇帝要来参加这个典礼，当然皇帝送的要穿给他看看，不穿他不高兴。如果不是皇帝参加这个大典，决定不穿。现在自己做的好看了。贪欲不能断。我们从韩馆长往生之后，我们从此以后就不用黄海青了，也不用红袈裟。我是想到了这一点。穿这种颜色的25条衣，大概是我是第一个人。我在僧福殿里做这个，是从来没有人做过。我想到了。佛在经论里面教导我们，出家人穿染色衣，染色衣代表什么呢？代表多元文化绝不是单一的所以这种衣颜色是红黄蓝白褐，这五种正色通通混合在一起染住了，所以这个意是圆满的，代表真正的圆满的。单色的代表是一个族群的，染色意是代表所有族群。佛的饮食起居都是教学，都是表法用意，确确实实真善美慧都达到究竟圆满。我们要了解，往年老一代的传给我这一格一格叫福田衣，但是福田什么意思没有说清楚，我们也始终不了解。去年中国庆祝建国50周年的大庆，
邀请我去观礼。有一天，这个国家宗教局长叶小文先生，国家文物局长张文斌先生，他们两个人陪同我去参观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的一批山东青州出土的一批佛像。这个佛像是北魏时代所造的，距离现在1700多年。我们去参观，参观之后看到毗卢遮那佛身上披的袈裟，袈裟上面画的有图案，仔细一看什么图呢？十法界一真庄严，从上面是佛，一直到下面是地狱。我这才明了什么是佛天，或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体一身的，而这是真正佛天。我看到这个图像我才明了了。所以这个袈裟每一个个子一样大，代表平等，这么多个子代表不同的国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代表一切众生之一统啊，或者一身清净法身啊。所以这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让我看到我明白了。所以这个愚，财色名食睡，要常常记住，这是地狱五条根。我们不能离开它，但是面对着它，要有极高度的警觉，不能为它所害，就是决定不可以起贪念之心。底下永立成慧，违背自己爱好，往往就起成慧心，成慧堕地狱，兼贪堕魔鬼。贪再加上欲，那还得了吗？邪见是愚痴。什么叫邪见？违背了真理，违背事实真相，这些见解都是属于错误的。通常讲贪嗔痴愚痴这个地方说邪见的意思更鲜明更清楚，凡是一切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都是属于愚痴，这个很难辨别。佛圣人给我们一个标准，所以说一定要读圣贤书，不读圣贤书永远不能够离开愚痴。要想永离愚痴，一定要常读圣贤书，要接受圣贤的教导。圣贤教导我们决定是正知正见，这是把十个纲目给我们提出来了。每一个纲目后面都举出修学的业因果报，
所以这部经是佛教里面不论是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共同科目啊，五乘佛法人乘天乘声闻缘觉菩萨通通都要修学的啊，离开这部经典违背这部经典决定不是佛弟子决定不是佛教徒这一段经文希望诸位能够把它背得很熟很熟常常念常常背诵检点自己的心性我们才能够回头是岸 才能够真正的转恶为善转迷为悟最后殊胜的果报转凡为善今天时间到了我跟诸位就介绍到此地这是我们修行最精华的一段